Yahoo。家族榮耀咧，我自己一早咧就先睹為快。我看了成30集噶啦，不過而家我再翻睇 TVB 咧，又唔同嘅感覺喎。其實咧，接呢個戲嗰陣時候咧，係要翻去隔離啊。唉，不知幾好，又唔使化妝，又唔使應酬，又冇人騷擾你，我唔電話都唔接嘅。咁我睇劇本咯，咁啊，同埋咧，佢哋食完好好食啦。梁家樹先生好照顧我哋咧，成日打電話嚟，點啊食嘅嘢夠唔夠啊？唔夠啊，餐廳叫啦咁樣。咁啊食到我哋出到嚟肥曬啊！在之後那幾天我們正式要拍，我們真的不敢吃東西，減肥不然怎樣上鏡。這個頭髮本身我就是染了金金地白白地色，因為我課我經常跳舞，就變得好像很新潮一樣。這個戲呢， Tommy 哥就要我是啡色黑色，我就拗曬頭，因為我那些色我是不瘦的。結果他們那個化妝的阿頭就跟我研究，跟住找了他一個很資深的髮型師，大家去設計了這個頭。那 Tommy 哥即是梁家樹先生一看，哇 OK 這個頭他很滿意，他就說這個頭是我們的商標，你不要用在別的戲上面。哇，這個頭打理得挺辛苦，因為 我一直都是長長地的，但這個頭很短還是很有型，長一點我都已經刺出來了。我差不多兩個星期要剪一次了，其實我都很累，因為拍到很晚，跟住又坐成兩個多小時車由那個 location 去那裡去染頭髮，染成4-5個小時的，兩個星期要剪一次，兩個星期要剪一次，為了 keep 住個頭，所以出到嚟大家都覺得OK 嘅。我戲裏邊咧就做阿媽啦，咁我有三個女，咁呢三個女啊，梗係智慧與並茂並重啦。咁我三個仔咧，佢哋做戲真係好投入，但係當佢唔拍戲嗰陣時候咧，哇，成日咧就喺度鬥嘴啊，包括嗰個艾威同埋呢個咁嘅黐靚。阿黐靚啊，唔係幾出聲噶，但係佢一出聲咧，就個個笑到趴喺度噶啦。佢只係噏一句兩句為止，就已經係精句啦。咁即係回復翻喺 TVB 嗰陣時嗰啲工作嗰啲環境咁啊。真的很捧場咯，有些是我不接受訪問，他們自己就去拿回你很多資料，他們寫得真的很詳細的。有些呢要我出來做訪問，你知道現在的環境不是那麼好，最好盡量少出街，我推得就推。有時為什麼訪問我不喜歡去呢？因為有時我不是那麼多資料，我不知道說什麼，有時啲嘢我唔中意咁誇張同埋唔真實，我唔中意訪問嗰裏邊係出嚟嘅。好多人咧就好中意寫我富婆啊，又話我間屋接近過億咁。其實咧就唔係我講嘅，因為咧我所以我唔中意做訪問咧，就係我唔中意有時啲人咧就斷章取義啊。我覺得有幾多少錢都唔係一個好巴閉嘅事，或者你好多物業收租或者幾多少錢啊？呢啲咧都係一個數字嚟嘅。一家人齊齊整整、開開心心、有健康嘅身體，呢個係仲緊要。咁好啦，到Tommy 咧就叫我拍呢個戲，咁我睇咗劇本啦。咁有啲係拜神噶，我就未攞訂，我打俾佢啊嘛，我唔得噶，我話我唔跪得，我可以兜口兜面跪邊個都得，但係我唔跪得呢啲咁樣。Tommy 話冇問題啊，咁跟住到佢韞咗14日出嚟啦喎，第一晚我哋聚喎，咁我話Tommy 啊，你加彎大一聲喎，哇！你知唔知Tommy 幾低聲？切，我個係天主教徒咧，咩問題啊？嗰啲道具嚟嘅啫嘛，哇！我心諗呢個奸商啊，韞咗我10幾日，我訂又攞咗，跟住咧我就死啦，我唔拍又唔得啦，冇得走啦，咁我一直祈禱祈禱祈禱，即係求主。真的這是道具啦，乜乜咁。到拍嗰日咧，我都一直祈禱啦。到現場揸個幾個鐘頭車去到，跟住咧佢哋又嗌我咯，化曬妝咯，著曬衫。佢話咩遮埋位啊？得啦，嚟啦嚟啦咁啊。跟住佢話：誒未到你，你剝衫剝衫。跟住我就走去嚟睇下做乜鬼未到我啦。佢揾咗個替身喺度拍我件衫。我好多謝Tommy。